尊敬嘅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我哋继续嚟学习《法说大乘无量寿经》，请大家打开经本第24品，经本嘅82页倒数第二行。上一次咧講到上輩往生嘅條件，今日咧我哋開始講中輩往生。其中輩者，雖不能行作沙門，大修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圆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尚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道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予上辈者也。咁呢一段经文啊，系接住上一段啊，上辈往生嘅条件嚟讲落嚟。上辈往生咧，就有讲到系舍家弃肉啊，而作沙门啊，仲要修诸功德。咁中辈往生嘅人呢，条件就要差啲啦，所以讲话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沙门前边已经讲到啦，大家唔好执着，一定系要出家人先叫做沙门。真正沙门嘅意思。系要心出家，出烦恼家，出生死家。经里边讲话，悉心达本，而为三。意思就系真正明心见性嘅人，先系圆满嘅具足嘅三门嘅意思。咁呢度嘅中辈嘅人呢，不能够发心出家，对于我哋现前嘅田宅亲属都放唔下嘅，对于。我哋世间嘅呢啲欲望五欲六尘亦不能够即刻可以放下咁样点算呢？都系有希望呢度讲话，虽然不能够好似上辈沙门。能够出家，身出家、心出家，至少都系心出家嘅，而且又不能够大修功德。上辈嘅人系修诸功德，譬如讲弘扬正法，
啊，或者系护持正法，对于佛法嘅弘扬有大嘅贡献，啊，或者系救度啊无量嘅众生等等，啊，咁呢个中辈嘅人咧冇呢种条件，但系同上辈一样，都要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呢、这个条件系一致嘅。咩叫菩提心？上一次我哋已经解释咗。我哋师父上人讲菩提心，啊，讲咗五条：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藕益大师讲无上菩提心啊，就更具体啦。心信切愿求生净土，咁你个菩提心就具足，然后当然就会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向是一个方向，求生极乐世界。我这一生的人生目标就锁定在极乐世界，其他哪里都不想去。专念心要专一，排除一切的干扰，一个念头，平时就是忆佛念佛。这个不单止中辈是要这样，下辈也是这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三辈往生共同的条件。换句话来讲，没有发菩提心，或者是未能够一向专念，咁往生啊，就冇指望啦。呢两条系非常重要嘅条件。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就意思就系随自己嘅力量同埋缘分嚟修行。唔需要啊太过勉强，随力随分。去做种种的善事功德，所以修善做功德，千祈不可以攀缘，一定要随缘。有机会就做，有能力就做。如果冇机会、冇能力，夹硬嚟做，只系会增加你自己嘅烦恼。虽然可能收咗啲福，但系冇功德。功德系同清净心相应嘅，先系功德。功德里面含有福德，福德里面未必有功德。奉持斋戒，这个斋系指过午不食，出家人。受沙弥戒就必须是要过午不食。在家人呢，平时有机会可以受八关斋戒。这个是受一日一夜。一日一夜以出家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叫做斋戒。咁呢个戒咧，出家在家，最起码最基本嘅就系五戒。所以如果五戒做唔到啊，就唔算系佛弟子啦。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在家人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呢個五戒一定要去奉持、去遵守。咁出家人呢，受沙彌戒有十戒，同八關齋戒基本係一樣，只係多咗一條唔攞金錢。其他九條是一樣。如果是比丘戒，就有250條了。能夠持就相當不容易，總是要去努力盡心去奉持。當然戒每一条都有开遮持犯。我哋学戒嘅话，呢、这个开遮持犯必须要掌握。咁你嘅持戒就唔会死板。佢学戒持戒都系非常活泼。同众生相处。唔会因为你自己持戒搞到好似同众生格格不入，佢可以有开源。开源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为利益众生。如果不是为利益众生，是为了利益自己的，那么他就犯戒。利益众生的不是利益自己的，那么就可以开。这个就需要智慧的判断。咁出家在家都有菩萨戒，呢啲咧系增上戒啦，更上一层楼啦。如果能够发心去持，当然就更加好。咁呢啲戒律系规范自己，佢系规矩，冇规矩不能成方圆。所以通过遵守规矩而慢慢能够入道。所以持戒的利益功德就很大。下面讲说起立塔像，塔是供舍利的，叫塔。像是佛像，这些都是佛陀教育里面的表法，是教育的工具。塔是表什么呢？不忘记老师。老师过世了之后，他们的舍利子，我们拿来供养，提醒自己不忘记师恩，不忘记老师的教诲，自己就自然能够努力修行。佛像亦都是这样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不忘记老师，佛是我们的根本老师。第二呢，我们见到佛像要想到我自己亦本来是佛，我现在要学佛，要好像佛一样这样去行持。所谓见贤思齐，所以这些功德是很大的。起立塔像的引申的意思，也就是护持佛陀教育。饭食沙门，沙门是指修行人，出家当然可以叫做沙门，在家人呢亦都可以叫做沙门，只要能够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这个就可以称为沙门。咁供养呢啲修行人，功德系好大嘅。
无量寿经会疏里边讲，你得到咗四天下所有嘅宝物，都不如请一个清净嘅出家人食饭。啊，个功德，啊，当然呢个清净一定系持戒清净，啊，要心出家嘅人，啊，先系叫做啊沙门，啊，咁你能够供养佢啊，护持佢，啊，你自己就好大功德。点解有大功德呢？因为呢种修行人就系世间人嘅榜样，啊，佢能够教化一方。所以这个功德你护持他，啊，这个功德是你的。圆灯燃灯的灯是佛前的幡，那个灯呢也都是跟幡一样表法，幡和床，我们一般说是床幡，在古时候呢都是一种佛门通讯的工具。当一个寺院里面有法会的时候，就会将幡悬挂在个旗杆上面。远近的人呢看到之后就知道了，哦，今天寺院做法会，想来参加就可以参加。通知的意思。那个床呢是圆筒的。挂起身呢，大家看到就知道了，哦，寺院里面今天有讲经，所以以后呢，用高树发藏，来比喻讲经说法，所以圆幡圆藏那个意思呢，就是讲护持弘扬佛陀教育。燃灯，灯是光明，是智慧，照亮他人。这个表什么意思呢？将佛法送出去，使到人都能够增长智慧，将光明带给人家，这样的意思。这些意思都是讲话要护法的意思。散花烧香，不是只是形式上咁做，形式上散下花烧下香，佛菩萨未必一定欢喜，因为那个花香都是表法，花表表因，有花先有果，这个表修因正果，所以花呢它代表修菩萨六道。香呢是代表戒定，所谓戒定真香，你是要这样依教奉行，修戒定位，自己这样去做了也可以利益他人，带动他人，这个就叫做散花烧香。以这些功德回向愿生彼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要求生极乐世界。如果你做这些持戒又好，供养出家人，护持正法等等，你不求生净土呢，你只能得到人天福报，但是福享重了，重是要轮回。但是你如果能够发愿求生净土，将你所有的持戒、修善、护法等等的功德回向极乐世界，这样的话，古德有说千中不失一，就是一千个人这样做，一个都不会流失的，就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咁呢一段讲嘅係能够修善回向往生。
虽然比上辈嚟讲咧，就差咗啲啊。上辈系真正系大修行人行作沙门，舍家弃肉大修功德好似佛门嘅祖师大德或者系在家嘅居士大德。咁中辈咧做唔到咁高佢护持呢度主要讲佢护持辅助呢啲大德嚟弘法咁自己当然系随自己嘅缘分去修行去护法以此功德回向。咁佢哋嘅结果就系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尚好具如真佛嚟接引佢。佢哋临终嘅时候见到阿弥陀佛系见佛嘅化身，光明尚好同真佛系一样嘅。咁真佛就系指上辈往生嘅时候，阿弥陀佛啦。应身来接其实如果讲话阿弥陀佛的法身咧无常，所以无所谓见唔见能够见到的都是有相，有相的就是应佛应身咁应身亦都可以化现出化身出嚟中辈的人呢就是见到应身佛所化现出来的那个化佛大家也都不需要去执着其实佛法身报身应身化身都是一体的见一个佛的身就等于见四身所以呢这个不紧要的只要能够往生就得了咁呢个讲嘅系中辈往生佢哋嘅呢种条件虽然系不如上辈但系有一样系一致嘅，就系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唔发菩提心只想自度，不能够有度众生嘅呢种缘，咁系往生唔到喺。往生论里面讲话，二乘种不生，即是你是二乘根性的人，只是求自度，不求度他，你没有这种念头，你就往生不到。但是呢，修二乘法门的人，即是修小乘的人，他们虽然没有发起大心，但是呢在临终之前有善知识劝他，他亦都发出一种心，我想要度众生我要先往生极乐世界将来成愿再来，我来度众生。只要有这种心就可以如果自始至终都不发出这种利他的心，那就往生不到所以菩提心是非常之重要一定要发出大乘心来你发出大乘心可以去修小乘法法门无高下只是对你自己的根性小乘法它是比较严谨它持戒都是有板有眼这个是什么呢对于平时比较放任不能够自律呢这个有好处。大乘法呢就是广度众生去弘扬乘法这个要去好努力地做修诸功德。所以善导大师讲话三辈往生总在遇缘不同。上辈往生呢是遇到大乘法门。
中辈嘅咧系遇到小城发旺，下辈咧系遇到人天发旺，但系都系要发菩提心，都系要希望能够广度众生，咁样先能够去到。咁下边再睇下辈往生嘅人。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予中辈者也。下辈往生的人因缘呢又差了一点，他们呢不能作诸功德了。你看上辈是能够大作功德，中辈呢是随己修行作诸功德，随缘随分来做，不能大做功德，即是不能一心一意做，仲有好多拖累。咁下辈呢个障碍就更多啦，想做都冇机会做，咁呢个就佢个功德就细咗，但係呢佢仲係要发起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呢个条件不变。因为这个法门是大乘法门，你不发菩提心，你就跟阿弥陀佛不相应，你虽然不能够做诸功德，但是不能没有这种心，你不能去利益众生，这个行为虽然没有机会做，但是不可以没有心，如果连这份心都没有，那你就去不到。咁下辈咧系有心无力嘅人，有心又冇机会嘅人，佢自身咧障碍特别重，福报可能又好细，所以遇到呢个法门，佢欢喜信乐，不生疑惑，佢就求生。咁佢带住呢种心去极乐世界，将来可以成愿再嚟，就大做功德。咁听到呢个法门，听到呢部经，非常之欢喜，相信乐系好乐意去。咁呢个我哋自己要检查一下，自己有冇欢喜信乐。我听到无量寿经会不会欢喜呢？能不能够相信呢？是不是真正乐意去极乐世界呢？在这个世间有哪样东西我会很欢喜，甚至欢喜过我学无量寿经的？有哪个地方我很乐意去，甚至乐意过我去极乐世界的？如果仲有，咁就要好好咁样检点反省啦。我未有达到条件如果我对无量寿经真系最欢喜如果系听经嘅话，我咩都可以放下除非系逼不得已一定系要我要做嘅不能够推托嘅义务。咁我要顿轮尽分，唔可以逃脱责任。但系咧，义务尽咗之后，我仲有得闲，咁我就要欢喜听经。呢个时候就唔好谂话，哎呀，咁得闲，不如我行下街啦。去个饭馆里边享受一下啦。甚至追个连续剧
呢个世间仲有咩嘢可以能够诱惑你？咁你就要警觉，嗰个可能就系你个障碍。所以真正想往生嘅人啊，系最欢喜念佛，最欢喜学无量寿经，系由衷咁样做嘅，亦唔系夹硬嚟。但系开始嘅时候可能要夹硬嚟，因为你仲未习惯。习惯咗之后，你得到咗法味啦，真系叫做欲罢不能啊！相信乐意去，不生疑惑啊！呢个非常之重要。疑惑通常人有两种一种系怀疑佛阿弥陀佛究竟有冇噶？极乐世界系咪释迦牟尼佛讲出嚟氹我哋噶咋？念佛系咪真系可以往生噶？佢怀疑呢啲咁呢种怀疑确实会障碍我哋往生。另一方面系怀疑自己我自己系咪根性好差，业障好重？我念佛得唔得噶？我系咪往生嗰时候有障碍临终嗰时候如果系冇人助念咁，我咪弊又担心冇人助念啦。呢啲都系疑惑，呢啲疑惑如果唔去除好麻烦障碍咗你同阿弥陀佛嘅感应道交。即使你念佛念得好勤力念到功夫成片24个钟头那个佛号都可以不断的，你往生亦最多是边地所以这个疑惑一定要断除。断除的方法最好就是读无量寿经，听无量寿经深入经教，疑惑自然就断除了，愿生其国。你这样去相信这样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先叫做愿生其国如果说口里面讲话我愿生极乐世界，行为上呢跟这个不相应那你就不叫做真愿。你那种是自欺欺人，因地不真果招于穷你收因是真的，你得到的果才是真的，因不是真的，果就是假的。如果是真相信真发愿这种人，即使不能作诸功德的，你都可以往生。所以有些人呢，他看见人家修好大功德，心里面有些自卑感，自己没办法做甚至往生信心都退失，这个就对于往生的正因就不了解往生的正因不是要你做功德才可以去你没有这个条件不做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定是欢喜信乐，不生疑惑咁你就一定可以去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往往是往生不到的人就是心不真真诚特别是呢，有一些福报的人生活过得挺好他可以享受一下生活所以修行呢就不用功了那个至诚心就很难发出来。反而呢，那些贫苦人容易有至诚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苦，他的厌离娑婆的心能够生出来甚至是做了五逆十恶的罪人，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见到地狱了
个地狱个油锅嗰啲油都滚住，等住佢落去噶啦。呢个时候佢自性身就发出嚟啦。啊，睇住一个罪人一个罪人，俾嗰啲夜叉抌落嗰个油锅嗰度，下一个就轮到我啦。哇，呢个时候啊，乜嘢杂念都冇，只要一心念佛啦。啊，呢个时候念就系自性心。啊，愿生其国，因为唔生极乐世界就落油锅。啊，所以自性心系被逼出嚟啦。啊，呢个时候咧，乃至一念都可以往生。啊，能够念到十念，就当然可以往生啦。呢个时候，每一念都可以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因为佢系用自性心念嘅。啊，所以下辈嘅人往往都系咩咧？做罪业嘅人。啊！所以佢不能修诸功德，甚至连修善都修唔到。啊！一生都系作恶，到最后忏悔，啊，以自性心念佛，脱离地狱，求生净土。所以其人临终啊，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呢个人临终嘅时候。啊，系梦见呢、这个梦见系指佢自己啊，那个精神有已经有啲恍恍惚惚啊，因为业障啊太重啊，折磨佢啊，佢嘅神智都唔系非常之清醒，就好似喺梦一样。啊，咁佢嗰时候好痛苦，所以咧念佛嗰时候又好紧张，啊，因为紧张嘅时候，啊，佢嘅精神已经出现咗恍惚，就如同喺梦中一样，啊，但系咧佢所见到嘅佛系真实嘅，啊，唔系话发梦，啊，佢头脑意志仲系清醒，啊，佢见到嘅系佛，啊，佛嚟啦。佢跟住佛往生极乐世界，啊，当然咁样下辈往生嘅人，啊，可能一生作恶，临终遇到善法，自己幡然悔悟，啊，亦知道如果唔往生，必定堕地狱，啊，所以咧以自性心求生极乐世界。咁样嚟得生，咁关于临终阿弥陀佛接引嘅事情，有啲人咧可能有疑惑，因为临终嘅时候，可能有冤亲债主，甚至有天魔嚟扰乱，啊，咁我哋。见到个佛，究竟系啊真佛嚟咧，定还是嗰个魔变成嘅佛嚟引你去堕落三恶道嘅？啊，咁呢个情况，大家睇到《地藏经》啊，可能会有疑问啊，因为《地藏经》里面讲得好清楚，一般人临终嘅时候，佢个冤亲债主会变成佢所中意嘅形象，佢嘅家亲眷属。嚟引佢落到恶道啊！咁我哋如果临终见到阿弥陀佛，会唔会系冤亲债主变嘅咧？关于呢个问题，喺经里边特别有讲到啊，有一部《清扬诸佛功德经》里边讲，经文话：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啊，就系阿弥陀佛名号。命欲终时，一心信乐，念不忘舍。阿弥陀佛，将诸众生住其人前，魔终不能坏思等正觉之心。啊，呢个意思就好明显啦。啊，你唔需要担心，呢个时候魔唔会嚟
你念佛，你一心信落求生净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得到十方诸佛如来护念，龙天护法神嘅护持。呢个时候，阿弥陀佛现身，大众菩萨众现喺你嘅面前，魔系冇办法扰乱你。你系正念分明啊，往生极乐世界。魔嘅能力比起佛嘅能力嚟讲，差得太多啦。天渊之别啊！所以只要你能念佛，魔就扰乱唔到你。就怕你唔肯念佛，你念烦恼去啦，念贪嗔痴啦，你执着嗰啲世间嘅财物啊，亲人啊，啲情执啊，恩怨啊，放唔下，呢个时候就魔就会嚟扰乱你。所以只要临终见佛，一定系真的。因为魔变唔到本尊，本尊系阿弥陀佛。咁呢一段咧，介绍咗下辈往生，咁经文呢一品到呢度咧，介绍咗系三辈往生嘅情况。下边一段嘅经文咧，系三辈往生之后啊，另成一段嘅。喺慈州律师佢科判里边判成系一心三辈，呢个判得好，可以讲话手笔高超，发前人未发嘅精髓，将净土法门啊。隐没咗好耐嘅嗰个意思又发显出嚟，亦显示出净土法门啊系超越常规，系一个特别法门。我哋睇经文，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咁呢一段经文咧，系讲若有众生啊，住大乘者，大乘就系讲普遍啊，利益一切众生，皆得究竟成佛，有呢个大菩提心啊，同埋真正嘅菩萨行，咁呢个水平咧。比前面三辈往生所提到的发菩提心还要高。前面讲发菩提心可能只是初发心，未必真正去行菩萨道，你还是凡人。但是这里讲的是住于大乘，他的这个心行就是真正的菩萨。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一念乃至十念，这个是他念佛，他不需要念很多，他平时就是住菩萨行，真正一念回心，我想去极乐世界，就能去到。这个往往是什么呢？修其他法门的人大乘法门，所以净土它涵盖是非常之宽广，
唔係話一定要專修淨土先可以往生。啊，你修任何嘅大乘法門，只要真正住大乘者，啊，一念回心求生淨土，即刻就能夠往生。啊，當然呢種人唔係一般人啦。啊，禅宗裏邊講話呢種人係破參嘅人，啊，開悟嘅人。啊，如果係學經教嘅，係啊，大開圓解嘅人，啊，咁先可以叫做住大乘者。啊，咁佢嘅心體當然係清淨。啊，所以以清淨心回向無量壽佛。啊，乃至十念啊，願生其國，一定可以往生。咁呢度下面又講，聞甚深法，即生信解。啊，甚深法係指大乘法。嗱，當然，啊，尤其講嘅係淨土法門。啊，呢一部《無量壽經》就係甚深法門。聽咗之後，即生信解。啊，能夠啊～起清净的信心，真正圆解了，所以乃至获得一念净心，这个心清净啊，清净心就是离开一切烦恼的心。咁喺《教行信正》呢本書裏面，啊，呢，這個日本正宗大德寫講話，一念淨心，呢，這個一念啊，係講無二嘅信心，啊，信心不二，冇任何嘅夾雜，呢，這個就叫做一念，啊，呢，這個心。就叫做清净心，啊，所以啊，这个清净心啊，不是指其他的，就是专指清净的信心。啊，将一切的疑惑都去除了，这个不二的信心是清净报土的真因。啊，昨天有些同修来探我，啊，问了我很多问题，啊，都是啊，出现了很多烦恼的问题。啊，我都啊教他们作如是观，啊，遇到无论是什么境界，啊，见到啊不欢喜的人，不顺心的事，啊，这境界啊顺境逆境都要啊相信这些境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一定要深信不疑。啊，譬如说那个人对我不好，啊，成日咧要嚟障碍我，啊，甚至要伤害我，啊，我会不会嬲？一嬲啦，烦恼起现形，清净心就失咗去了。啊，如果你的心信心坚定，坚信所有呢啲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咁你点会同阿弥陀佛起烦恼呢？啊，佢哋都系啊，帮我消业障嘅，帮我提升。啊，一定要啊相信。点解啊？呢个系事实。因为阿弥陀佛就系自性，宇宙万事万物全都系自性所现，本来冇咩善恶，善恶系你自己分别执着出嚟。你自私自利的那种念头出来，
因为你有我，所以咧，你就会有对立，有矛盾。凡系利益我呢个身嘅，你就欢喜啦。唔利益我呢个身嘅就唔欢喜啦。呢、这个就系因为我呢种烦恼，我执。佢对方所有境界都系我，都系阿弥陀佛。我咧呢、这个身咧，亦都系阿弥陀佛，冇一样唔系阿弥陀佛。相信呢一点，坚定不移。你乜嘢烦恼都断尽，呢、这个就得一念净心。呢、这个心就系清净嘅信心。凡系起恶起烦恼咧，就系、是、你唔相信对方系阿弥陀佛，所以你先会起烦恼。咁能够达到一念净心啦，你就有降伏烦恼嘅能力。你个贪嗔痴慢疑呀，都唔会起嚟。甚至咧，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都可以伏住。呢、这个功夫啊，就相当之高。你亦就系得达到三昧啦。一切嘅障碍都能够冲破，因为你有呢种一念嘅清净信心。咁你往生净土系必然噶啦，咁呢度讲话发一念心，呢、这个一念心就系一心，一心念于彼佛，即系念阿弥陀佛，要念到一心。一心咧包括是一心，包括你一心。是一心就喺事相上念呢句佛号。心常忆佛，口常念佛，身常礼佛。呢句佛号念出嚟，清清楚楚。自己听佛号听得清清楚楚。可以用印光大师十念法，行住坐卧就是佛号。只有一念，冇第二念。咁就叫做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咁当然，自然贪嗔痴慢种种烦恼唔会起嚟啦。只要一起嚟嘅时候，即刻要警觉。呢、这个系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嚟考验我嘅，我啊唔可以上当，即刻要唤醒阿弥陀佛，念念不疑。呢、这个就叫做事实心。到你一心是什么呢？念到烦恼断尽了。连这个佛号念到最后呢，跟本心相契合。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合二为一。两者都放下，清净本然的自性现前了。这个就是你一心，就等于禅宗开悟的境界。如果念到你一心，往生就不是一般的境界了，是十部庄严土。你现前就是法身大士。所以落手之处呢，就是从事上开始念。一句佛号，一句佛号，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咁样念，咁念啊念啊念到最后咧，自然烦恼脱落嘅时候，先系你一心。那个要念到成熟咗先后之后啊，先能够得到。咁我哋求就唔好求你一心，因为求系求唔嚟啊，你有求呢个心啊。就反而是障碍。我们不求，但是在事上要努力。我们今生听到净土法门了，就不可以轻易放过往生的机会。
啊，这个法门啊，太难遇到了。今生遇到之后，要紧紧把握，一定要啊突破，啊，一定要出嚟六道。有好多同修啊，修行可以讲话迷迷糊糊咁修行，啊，冇真正发出精进嚟，所以啊，修咗好多世都修唔成功。要知道我哋都系一样啊，唔系话呢一生先遇到净土啊，唔系呢一生先开始修行啊。修咗无量世啦，每一世啊都系咧搞到半路啊就中断咗。啊，黄念祖老居士举个比喻啊，话修行啊好似煮滚水一样啊，你煮个壶滚水，啊下边点火烧，一定要煮滚咗嗰个水先叫做滚水，先可以饮。啊！但系我哋每一世咧煮咧，啊煮到半路水未滚，啊70度80度火就停咗啦，嗯冻咗落嚟啦，嗰个水仲系唔叫做滚水，唔能够饮啊！啊你要将佢一口气煮滚咗啦，冻落嚟都叫做冻滚水，啊都可以饮。啊，所以我哋啊。生生世世就从来未有过将佢煮滚过，啊！呢一世咧，我哋就要努力，啊，要去拼命啊，将呢壶水煮滚，啊，煮滚咗之后啦，问题就解决晒，啊，你就往生把握攞到。啊，所以修行啊，一定要从真实心中去做，啊。唔可以自己呃自己，啊，呃自己又呃别人，啊，咁你想要成就啊？古德话等到累年啦，啊，十二生肖里边有冇累属累啊？啊，冇属累嘅，冇即系冇可能啦。咁藕益大师教导我哋啊，真正信愿持名啊，下手之处，就系啊要数珠啊，即系事上一定要用功啊。藕益大师开出个数字，一日或3万，或5万，或10万啊。咁我哋依家咧。可以用嗰种计数器啊，比手珠啊，数珠咧仲要啊方便啊！我哋可以结合印光大师10年法，譬如讲你练10句啊，揿一下啊，你咁样数啊，揿1000下就系10000声啊。藕益大师啊，开出个数字系1日3万。啊！黄念祖老居士叫我哋咧，一日要1万最少嘅。你就平时积累，从朝到晚，一有时间就念。啊，少讲说话，多念佛号，念到最后咧，自然就成熟。啊，念到不念自念啦，咁个功夫就得力啦。啊！呢啲功夫并不算话好高级啊！每一个人只要用功都能够得到啊，练成习惯啊，好似啊，我劝我阿嫲啊，我嫲嫲啊，佢每日念佛号啊，我系当时啊，连劝带逼啊，叫佢咧一定要练3万。我俾个计数器俾佢，啊，佢咧都几听我说话，咁啊，每日咧一开始咧就夹硬嚟，我话你计数，啊，譬如讲，佢系数珠嘅，啊，数一寸，佢就画一画，
啊，默政治啊，一个政治5%啊，或者佢可以用嗰个计数器啊，自己计。然后我俾本簿俾佢，要佢咧每日咧念嗰啲佛号啊，写落嚟啊，数字统计写落嚟。一开始咧啊，从1万开始，然后念下念下咧，越嚟越增多啊，到2万，后尾就超过3万。啊，大概念咗1年嘅时间。啊，我最近啱啱去睇过佢，啊，佢讲俾我听话，啊，佢话呢一排时间咧，我发现啊，我瞓唔到觉啦。啊，晚黑咧，成日都听见嗰个头上有佛号。啊，自己冇念，啊，旁边又确实冇念佛机，竟然就晚黑听到佛号，成晚都喺度，嗰个佛号都喺度响。啊！問我究竟咩原因？啊！我就話啦，呢個係你念佛咧，念得功夫得力啊，但係千祈咧唔好驕傲自滿啊，要加緊用功啊！你一定將來可以往生嘅，啊，鼓勵佢啊！所以啊，從我媽呢個例子咧，我哋都建立信心啊！佢咧冇文化啊，真係字都唔識嘅。啊！我就嗌佢念，啊，佢就去念。平时佢烦恼都好重，啊，牵挂好多，但系佛号佢夹硬念，只要一日念3万，念个1年半载啊，真系可以念到不念而念，啊，连佢都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啊，佢系91岁开始念佛。所以啊，只要用功啊，个个都能够成就。啊，我啲大师劝我哋啊，千祈唔好学啊嗰啲所谓啊谈玄说妙嗰人啊，啊话唔需要计数啦，唔需要攞佛珠啦，啊系咁样不念而念就得噶啦。要唔好着相啊，要圆融啊。嗰啲人系咩人啊？嗰啲系真正已经破参啦，学念念佛啊，念到一心不乱啦，咁佢就唔需要呢啲形式。我哋初学嘅人啊，如果一开始就讲呢啲好听嘅说话，啊，话要破相，话要圆融，最后你啊自己耽误咗自己啊，所以一定要下呢个真实功夫啊！甘心情愿去做顿功夫啊！如果唔系啊，你好难收出嚟。啊，咁呢度讲嘅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啊，即系念佛念得一心啊。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呢个人临命终，佢出现咩状况呢？佢话如在梦中。咁黄念祖老居士按照慈州法师一心三昧嘅呢个注解啊，呢个科判就做咗一段解释。讲呢个如在梦中究竟系点样嘅状况，讲得非常之好。因为呢度一心三昧咧，同前面讲嘅三昧往生系不同类型。呢种一心三昧系住大乘者，往往系修其他大乘法门嘅人。咁呢种人咧，亦有上中下三昧。不同类型嘛，佢都有上中下三辈，即系得到一心嘅上中下。咁上辈嘅人咧，就系等于系破参开悟啦，知道生死本无所以佢临终嘅时候，即使见到佛嚟啦，佢
自己心里面了了明白，佛本无来去，这个佛完全是自性变出来的，而往生极乐世界呢，又是去而无去，极乐世界不离一心，所以他知道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了了明白，见到佛来，他亦去跟住佛去，定生极乐世界。但是他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所谓自性未陀，唯心净土，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他没落去，这种人是开悟的人，所以讲如在梦中，就是讲这些所有境界其实就是幻梦，他心里面很明白，他不会颠倒，但是又不舍离往生，这个就是中道，这种人当然是上辈往生，中辈往生的呢，他虽然未真正破参，未有真正开悟，但是他已经有解悟了，对于一切有为法他知道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他不会有任何的留恋，他可以放得下，他看到人一生就是梦中，临终的时候，那些所谓爱别离苦，都是一种梦，所以他一点都不会去留恋他，这个如在梦中是这样解释，只是他自己的看法，如在梦中。咁下辈咧功夫更差啲嘅人咧，佢自己咧心就唔系十分之呢个清醒，有啲恍惚，所以见到佛嚟咧唔系非常之明朗，如同系做梦一样，恍恍惚惚咁嘅状态，但系咧佢都系见到真佛嚟。所以这个三辈，一心三辈的下辈呢，跟前面讲的下辈往生的人是一样的这样的境界，但是都是呢愿求极乐世界，所以能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一往生了就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做阿惟余智菩萨一定成佛。所以这一品呢经文，等于讲了两种往生的情形，一种是 正品，即是正统的这样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专求净土，有三辈往生，另一种呢是一心三辈，受大乘法，回向求生，他不是专求往生的，不是一向专念的，这种人亦有三辈，但是这两种其实又不是说根本上不同，其实都是根本上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种所谓一心三辈，这个一心就是清净心，而清净心就是菩提心的本体，我们师父讲菩提心，你看讲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所以你得到一念净心，当然亦就是发了菩提心，而且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即使是一念乃至十念都是叫做一向专念，因为它是这个愿生其国嘛，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所以他亦都是等于一向专念，所以呢，这两种类型，其实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在《法鼓经》里面又有讲到一种
临终往生嘅问题。话若有人临终不能作念，呢个系业障好重嘅人，念佛都念唔出嚟啦。啊，好似我旧年五月份啊喺新加坡送咗一位居士往生，啊呢、这个就系洪如燕啊居士，啊60岁走，佢系临终病苦，自己已经啊神志不清，啊有时能够明白，有时唔能够明白，恍恍惚惚。啊！佢嘅亲友启请我去帮助，啊！我同佢开示，啊！求佛加持佢明白，啊！我劝佢啊，一定要坚定信愿求生净土，啊！然后问佢：你能唔能够明白？明白咧，你个手喐一喐俾我睇，啊！佢个手就喐一喐俾我睇，啊！我就知道佢明白啦，我就劝佢话：好，依家你就同我一齐念佛。啊！一心求生净土，阿弥陀佛一定嚟接你。啊！于是就同我念佛，但系佢念唔出嚟。啊！口有时跟住我哋喐一下。啊！就呢度讲嘅，临终不能作念。啊！但系咧，但知彼方有佛，作往生意，亦得往生。啊！只要佢心里边明白系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自己仲系愿意往生，有呢个念头，虽然佢念唔出嚟，唔紧要。阿弥陀佛悉知悉见，啊，佢知道你嘅心，啊，你愿意往生，佢临终嘅时候就会现喺你面前帮助你。啊，所以啊，啊，临终遇到病苦念唔成佛嘅，啊，譬如讲。念六字念唔到，念四字。啊，印光大师啊，劝我哋啊，临终助念最好用四字。六个字啊，对于病人嚟讲都会比较艰难。啊，念四个字简单，甚至念四字都念唔出嚟嘅，你就劝佢念一个字。啊，念佛。啊，念佛又得。啊，但系心里面知道系阿弥陀佛。啊，甚至一个字都念唔出嚟嘅咧。你心里面知道，啊，有呢个意念要求生净土，啊，就可以了。啊，到临命终时就如在梦中啊，一定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啊，但是呢，要求生净土啊，那个忆佛念佛呢，一定要提醒下佢，你去极乐世界，啊，将来可以成愿再嚟广度众生，啊，帮佢发起菩提心，啊，佢只要有一个咁嘅意念，啊，我往生啊，可以将来帮助众生，咁就可以啦。啊，如果呢个意念都发唔出嚟嘅，咁就真系叫业障太重。佢听见极乐世界，佢谂到啊，那个地方好好啊，我可以以后唔再受痛苦啦。但系我系都唔肯度众生啊，咁呢种人就麻烦啦，往生唔到。咁念佛咧，最多帮佢啊去到人天啊。所以啊，只要有往生嘅意念，有度众生嘅菩提心，哪怕是啊有一个咁嘅念头，如来有殊胜嘅方便啊，就可以摄护你的信心，啊，能够使你能够一心，啊，不颠倒，啊，最后能够随缘往生。啊，咁呢个道理明白之后咧，我哋唔好有咩疑惑，啊，要坚定不移咁样去念佛，啊，呢一生一定可以往生。啊，只要你系真诚，啊，真正愿意去，唔再留恋娑婆，啊，你就一定可以往生。咁第24品咧就讲到呢度啦，啊，呢一品系相当之重要，将无量寿经嘅宗旨啊为我哋显示出嚟。下边一品咧系24品嘅重要补充，啊，亦都系非常之啊关键。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呢个系补充啊，三辈九品往生之外，啊，仲有乜嘢往生嘅因啊？又罗列咗一部分啊，帮助我哋啊更深入咁理解啊，点样先能够往生？我哋睇经文，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禁戒，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忆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是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呢一段啊，非常之重要啦！啊，佢呢一品亦系讲咗三类嘅往生正因。啊！頭先呢段講係第一類，啊，第一類往生嘅最殊勝，啊，第二類咧就差啲，啊，第三類咧又更差啲，啊，同前邊三輩往生咧嗰個排法啦係相似嘅，啊，但係當然唔可以機械咁樣啊去對應，啊，第一類往生嘅因咧就必定係上輩往生，唔可以咁樣對應，啊。这个是从那个修持的方面来排列那个上中下。这个第一类的正因是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第一个是讲善。如果我们不善，那这第一类就不符合。这个善的标准最起码是正业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种人亦即是我们净空师父上人讲的落实三个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往生正因里面上中下三类人都是要以这三个根为基础。三个根做不到的人就叫做恶人。恶人怎么可能往生？即使是恶人临终忏悔，他都是变成善人。他都落实了三个根，只是来不及 去做出来，但是心态都已经是善人。如果是不肯断恶心善修善，临终都不肯悔悟的，那这种人是往生不到。那我们最好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先去试，先去碰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碰巧，可以断恶修善，这个危险性太大。要平时就要断恶修善，保证临终可以顺利。咁善男子善女人，佢下面开出六个条件啦。第一个系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呢个此经典就系指无量寿经。嗱，呢度同前面三辈往生唔一样啦，佢专门提出无量寿经嚟。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亦可以讲是大乘第一经。它本身就是花严中本花严，它又是无上深妙善，又是密，所以它是包含整个佛法，
呢部经非常之殊胜啊！我哋啊专修专弘呢部经啊，所以闻此经典咧，首先受持读诵，受持就系依教奉行啊。所以首先你要将经典嘅意思搞明白，你先知道点样去受持啊。如果唔系，你就冇可能受持得到。读诵咧。是不断地反复地去加深印象，通过读诵不断地提醒自己去受持。如果经本不读不熟了，你也都受持不到。所以这部经最好是先读三千篇，作为受持的这种基础。就好像密宗讲话嗰个前行一样，就是、基础行修持一定要以读诵为基础。昼夜这个书写供养是指咩呢？指去流通去弘扬书写古时候因为冇印刷的这种技术，经典流通都是要书写去抄经现在印经就方便了，不单止印经还要印制讲解经典的这些光碟现在还有播经机还可以上网等等都是指流通书写供养的意思供养是发供养当然受持读诵本身就是发供养这里呢特别讲出供养尤其是你要去弘扬去流通所以能够出来讲经固然是最殊胜的流通如果不能够讲经呢你来护持流通护持讲经说法这样的道场这样的法师也都是一样的都算是供养甚至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的弘法对象不单止是中国人还要对外国人我们希望将来将无量寿经要翻译成英文用英文去注解去讲解帮整个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净土法门都属于供养这个意思昼夜相续这个念头昼夜都不断心心念念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弘扬能够受持这部经这样心就专了其他都可以放下求生比贼这个第二个条件做这些种种功德做什么的呢就是为了求生极乐世界其他什么都可以放下除了这个目的以外没有其他目的了我去听经受持读诵供养流通我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不是为了自己来生人天福报只是为了求生极乐世界发菩提心这个跟前面三昧往生条件一样证明净土法门确确实实是大乘法门你不发大菩提心你就跟这个法门不相应所以一定要自利利他不可以只是自利第四条件是持诸禁戒这前面也都讲到戒律是规矩是很重要的修行的基础就好像宝塔的第一层戒定慧这个持戒是得定的基础得定才能够开智慧如果没有戒律修行是一个漏气
啊，你所有嘅功德都漏晒，你保存唔到。啊，所以戒啊，不受执意啊，一受就要坚持做到。做唔到嘅一定要忏悔，啊，一定要严守禁戒。咁我哋嘅戒律从边度开始做呢？从三个根开始。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呢个系戒嘅根本。呢个都做唔到啊，就唔可能话持诸禁戒。第五个条件啊，系扰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予之，令得安乐。呢个系修大乘法门啦，啊，都系要咁样嘅，系要扰益有情，有情众生，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自己所有嘅善根功德都回向俾众生，啊，令得安乐，啊，所以功德啊，唔可以自己执着，啊。全部都要回向，悉施予之，这个悉是全部都施予众生，自己不想，不会留的，一留下来就不叫做功德了，留了下来那些最多是福，所以全部回向啊，众生啊，就是破自己的我执，我都没买了，那你就成就，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话，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能随顺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所以你能够对一切众生啊去尊重，啊，去供养，去随顺，你就等于供养诸佛。所以众生欢喜就诸佛欢喜，我们修菩萨道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第六呢，这个条件是忆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佛土，就是讲忆佛念佛了。真正想往生的人心里面就念念啊，都想住阿弥陀佛啊！而且无论啊身在何处啊，遇到咩人事物，一切嘅境界，都系相信呢个都系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我整个人就喺阿弥陀佛里面啦。咁你现前就系极乐世界。虽然个身仲未去，但系你已经唔系娑婆世界嘅人啦。你阿弥陀佛嗰个极乐世界里边，莲花已经开放，就等住你命中时就去了。你就系极乐世界人。所以念佛，忆佛。最重要就是自己要作佛，身口意都要跟阿弥陀佛相应。咁世人命中啊，如佛色相啊，种种庄严。这个人他的最后临命终时，就好像佛一样咁样嘅相好，非常之庄严。我哋亦曾经啊送往生啊送过唔少啊，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嘅人面色都好庄严，就好似头先我举嗰个例子，嗰个新加坡嘅同修临终嗰时啊业障好重，但系佢往生之后咧色相庄严，整个人啊皮肤都变成金黄色嘅，连家人都觉得好吃惊。从来未见过咁好嘅相貌，咁佢走咗之后嘅第二日咧，佢嗰个秘书
嘅先生唔学佛嘅甚至唔识讲中国话嘅竟然咧梦到佢企喺阿弥陀佛身边嚟同佢嚟示意就现出嚟俾佢睇喺梦中。所以佢醒咗之后，佢问佢太太：，佢见到嗰个你以前嘅上司企喺阿弥陀佛旁边，问咩意思？呢个秘书学佛嘅所以咧，佢咧就话俾我哋知，呢个就系证明佢已经去到阿弥陀佛嗰度啦。佢系翻嚟普梦俾大家听要大家生起信心。所以临命终时佢就能够如佛色相咁呢种人系上品往生当然嗰个色相更加殊胜。头先我讲嗰个人咧，我谂都系下辈往生嘅啫，因为佢业障好重，上辈嘅人咧就可想而知啦，佢能够具足庄严，生宝刹中生到极乐世界，速得闻法，永不退转，一去到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同佢讲经说法，即刻就能够开悟。就证得不退转。再睇下边一类往生嘅因，复次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耳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是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咁呢一类往生嘅正因呢，系讲到若有众生呢、这个众生欲生彼国，佢首先系愿意求生极乐世界呢、这个系无论系。边一类人都系必备条件唔想往生啊，唔可能往生真正想往生嘅人咧，佢就要去呢、这个发愿修行呢度讲嘅，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境界佢呢种人比头先讲嘅第一类上品嘅人咧就差咗啦。上品嘅人可以精进禅定尽持境界，持经就系依经教修行，持戒系严持戒律，坚守不犯，咁佢做唔到，但系最起码要修习十善业，所以十善系境界嘅基础，咁呢度境界受持唔到。咁要当作善啦。所谓一不杀生，不能够杀生。咁呢个我哋唔展开讲啦。大家如果去听十善业道经就讲得好详细。不能够偷盗，就不予取，不淫欲。呢度讲嘅不淫欲就同五戒同埋一般讲十善业道唔同。十善业道讲系不邪淫，呢度讲不淫欲，意思系咩咧？呢、这个连淫欲嘅念头都要放下，当然行为就更加唔可以有，所以连夫妻之间呢、这个都要放下。四不妄言，就不能够讲欺骗人嘅说话，
第五系不耳语，不能够花言巧语，啊，讲一啲啊不真实嘅啊，嗰、那个谄媚啊、巴结啊嗰啲啊虚伪嘅说话。为人啊，一定要真诚啊，讲真实语。第六系不恶口，就系、是、不能够啊讲粗鲁啊难听嘅呢啲说话，不能够毁谤人。第七不两舌，系唔讲是非啊，甚至啊唔能够去睇人哋嘅过错啊，更加唔可以讲人嘅过错啊。呢、这个就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啊，呢个系意业嘅，啊，所以身口意三业都要善。如是昼夜思维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呢度讲嘅系昼夜思维。呢、这个标准亦都唔低啊！除咗修十善业之外啊，你要有昼夜思维啊。咁呢个昼夜思维系即系心心念念都唔能够忘记啊！阿弥陀佛，唔能够忘记极乐世界。咁呢个要做到最好嘅一种方法就系、是、啊。常听无量寿经，啊，认真去研究，啊，研究呢个经典，啊，用心去学，用心去思维，啊，即使用你嘅意识都唔紧要，啊，你整个你嘅念头就喺呢个上面。我自己咧就有呢种啊感觉，啊，学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我要备课，所以一定要好认真。啊！有时晚黑啊，都喺度同人哋讲无量寿经啊，瞓觉嗰时梦中都喺度讲啊，所以昼夜思维啊，唔会啊话好难做到啊，你只要用功啊，都可以做到咁当然呢、这个意思咧，唔系话啊24个钟头啊，1秒钟都唔间断，唔系咁讲，冇咁高啊，一般人达唔到。黄念祖老居士咧举咗个比喻咧就好恰当啊！佢举咩比喻咧？讲嗰啲母鸡啊，要孵小鸡啊，个蛋生出嚟之后啊，要孵啊，孵到一定嘅啊日子，咁嗰个小鸡先可以啊破壳而出啊。咁孵咧最紧要系保持嗰个温度啊，所以母鸡咧用佢嘅体温嚟孵住个蛋。啊，咁啊，24个钟头都唔可以间断嘅。但系咧，有时母鸡佢都要出嚟搵下食，啊，因为佢要保持佢嘅呢个营养啊、身体啊，佢要去搵食啊。咁佢出嚟搵食嗰时候咧，佢又唔可以时间太长，因为一太长咧，个蛋就冻咗啦，就孵唔出个小鸡啦。啊，所以母鸡佢知道出嚟搵食咧，啊，心里面都要谂住个蛋，啊，所以佢。啊！食到差唔多，即刻就要翻嚟。啊，佢有呢一种啊，呢种爱心啊，母鸡天性嘅爱心啊，谂住自己嘅儿女啊，所以母鸡都可以做得到啊，不断呢个暖气啊，咁我哋求生极乐世界咧，亦系攞出呢种精神就得啦。啊，你可能你要白天要做嘢啊，你要有你嘅事务。啊！但系咧，每日你都要有你嘅功课啊！你听经闻法，每日都要有。你个暖气唔可以断啊！你时间长咗啦，断咗啦就麻烦啦啊！所以咧，呢、这个要保持每日都要有念佛嘅时间，每日都有听经嘅时间啊！呢、这个时间咧越多越好啊！嗰、那个间断嘅时间啊，越短越好。啊，咁样昼夜去相续，啊，咁你就可以达到呢一点啦。啊，咁修行
往生论里面有讲到五念法门，第一是礼拜，每日都要礼佛；第二是赞叹，赞叹呢，我哋是用读无量寿经，或者是听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都属于赞叹呢一类。第三是作愿，就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第四是观察，观察忆念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忆念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个都是用无量寿经最方便。第五是回向，将你所有善事功德都回向求生净土，这个就叫做五念法门。所以这一类往生的正因呢，就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修十善业，另一方面呢，就是往生论里面讲的五念法门，就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归依顶礼供养。至心就是至诚的心，用最虔诚的心去皈依阿弥陀佛，顶礼阿弥陀佛，顶礼就是礼拜，供养阿弥陀佛。供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依教奉行发供养。咁你临命终时呢，是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临命终的时候，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了，佛用他的光照射你，愿力加持你，就令你的心不乱。这里不惊不怖，心不颠倒，不是靠你自己有能力，这个是佛力加持你。如果不是佛力加持，临终想要不惊不怖、心不颠倒，这个万里挑不到第一，挑不到一个，非常不容易。临终往往都是业障现前，但是你只要能够一生都能够修十善，都能够忆佛念佛，求生净土，自然佛就能够加持你，佢系感应道教，所以你就唔需要怀疑，话临终如果心颠倒咗点办，忘记念佛点办，你与其担心呢、这个，不如好好修持，你好好修持就绝对唔会临终心会颠倒。你平时都心颠倒，你不肯去修持，那你当然临终的事就难免了，所以你看有些人一生念佛，但临终的时候呢，竟然会闹佛，痛恨佛，这个就是业障现前，心颠倒，那这种人就当然不可能往生。所以净土法门呢，虽然是易行道，我们不可以将它看得太容易，要发起那个真诚心，你现在修行虽然苦一点，但是我们保证往生，这个重要，如果现在就想舒舒服服，可以这个很自在，当这个修行好像玩一样，没有去真正用功，那这个就一般来说很艰难，所以不可以掉以轻心，更加不可以自欺欺人。下面呢一段是讲第三类往生的因。若多事务
不能离家，不下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悭色，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语心，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计，欲得道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这个第三类的往生正因呢，是讲修行世间的事，而且能够忙里偷闲来修持，能够正念得生。这种人呢，往往是事务很多所以讲话不能离家，他出家就不可能了甚至呢平时连修行的时间都没有不暇，就是没有这个时间来大修斋戒。大修斋这个斋呢，刚才讲过午不食戒呢是戒律他佛门的这些修行他做不到更加不能够一心清净他的心呢，因为事情很多一定会很乱这个讲他平时但是呢，他要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这个就要忙里偷闲了平时工作忙，但是都会有休假的时候譬如说一个礼拜你有礼拜六礼拜日可以休假一年呢可能会有一个放假的时期有年假那这些时间呢你就要充分利用了平时都没收，这个时间还不收，那你就没了这个时间就要怎样呢？端正身心首先身要端正这个时间你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持诸众戒不犯威仪你这个身子不能够放任坐有坐相，企有企相威仪本身就能够整顿你的身心身端正了，心就容易端正绝欲去忧，这个绝欲是放下世间的财色名食睡种种的欲望尤其是指男女之间的欲望也就是说这个空闲时间最好就百官差戒不一定搞他的那个仪式但是你最好有实质以出家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今天最好乃至一日一夜都好去忧就是去除所有的忧虑什么都不担心了天即使塌下来了我明天才想今天我要好好修行抓紧这个时间慈心精进养慈悲心利他心为了一切众生我要精进断恶修善我要去努力修行要念佛听经等等不当就不应当嗔怒嫉妒这个嗔心嫉妒亦都完全于嗔为这个是地狱的业因
要平时都要控制啊呢、这个自己嘅烦恼啊。当我哋仲要发脾气啊，甚至仲要对人有嫉妒心，呢、这个就系自己要觉醒啊，自己又可能同地狱绑埋一齐啦啊，一定要放下。啊，尤其是啊，嫉妒即系妒忌心啊，啊，人皆有之，啊，心量太细，啊，见唔到人好处，啊，人哋成功，自己心里面放唔下呢、这个妒忌心，啊，呢、这个系最愚蠢嘅，啊，特别系见到人修行，啊，呢、这个修善，其实呢个对众生、对自己都系有好处。啊！一个人修行，众生都能够消除共业啊！所以我哋应该随喜呀，啊，要感恩人哋啊，仲要去妒忌呢、这个就等于系啊，大幅度消除自己嘅福报啊！不得贪铁悭色，呢、这个铁物就系好食啊，就贪啊！你、这个贪食咧。引申为贪恋一切嘅享受啊，唔可以有啊！呢、这个增长你留恋娑婆嘅心啊，悭食悭食就系啊，舍不得，自己有嘅嘢唔肯啊布施啊，唔肯帮助别人，不得终悔啊，不得狐疑啊，呢两条啊都讲呢个疑嘅烦恼。啊，譬如讲你修净土，修到半路就觉得，哎呀，呢、这个法门究竟能唔能够成就噶？啊，人哋讲话，哎，仲有一个法门比呢个法门仲要好啊，你就后悔啦，啊，中途退心啦，呢、这个就修唔成啦。啊，所以修净土啊，一定要啊，落定决心，啊，一门深入，尽此一生不改变，你就能够成功。啊，狐疑呢，亦系好麻烦嘅事情。祖师大德比喻啊，狐疑啊，就好似嗰啲啊屎啊，系喺个身上啊，搞到成身都臭晒，一定要去除。啊，佢会破坏我哋嘅功德。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孝顺父母呢、这个最根本。唔单止孝顺父母，对一切人啊，都要用呢种孝顺心、爱心嚟对待。至诚忠信，为人要真诚，唔可以有虚伪。一切要用真实心，对人要有忠心。啊，忠心系咩咧？啊，要尽责尽力，唔可以有自私自利嘅念头。信系诚信，讲话要算数，为人要讲信用，呢啲都系儒家所讲嘅道德所谓孝悌忠信啊，礼义廉耻等等。咁啊，仲要当信。佛经语心尤其是呢部经系甚深妙法我哋要有正信当信作善得福就系、是、顺因果，我哋断恶修善，一定能够得到福报奉持如是等法我哋咁样去修持以上所讲嘅种种嘅善法，同埋咧。忙里偷闲去修持，不得亏失唔可以呢、这个退心唔可以呢、这个懈怠，思维熟计欲得道脱，所思所想都希望呢一生能够往生净土，昼夜常念愿欲往生极乐世界。清净佛觉，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就得，
你呢种心能够保持啊十日十夜，啊甚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呢、这个功德就足以使你寿终皆得往生其国。啊，所以你明白之后啊，你要发呢个愿，啊，你一生能唔能够攞出一日一夜嚟，啊，专念阿弥陀佛，愿生彼国。啊，如果能够常常咁样做，啊，一日一夜，乃至七日七夜，乃至十日十夜咁样去修持，啊，修念佛三昧，啊，咁你只要能够话一生当中有一日一夜佛号不间断，你就一定可以往生。啊，往生啊，啊就一定能够话不退转。啊，咁今日咧，啊。时间到了，我们先讲到这里，最后一段经文等到下一次再跟大家报告。今天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多谢大家。